节目里头讲好好 OK 两个字都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就是不能带来外来语，因为那时候就完全要不然就是国语。我们这样也可以，这样的制作环境也可以挨得过来啊。但话又说回来，我是觉得我们那时候啊歌曲啊，我们刚才就讲虽然不能加入英文，但是我们流行一个方式，什么方式？英翻中，拿英文歌曲然后写填上中文的歌词，对，来这样子表现。对对对，今天要不要这样表现一下？我们一定要，空姐是。星期五，哦，一定要收准点，拉起来的。你们不要做这个动作，你做这个动作，我就想到凤姐的《想敲开你家大门》啊，你家大门啊。对啊，那时候歌觉得很好。那时候我有一首歌曲，我也是有配合这样的一个流行趋势，因为我一方面不单是在台湾，那我在东南亚也有发唱片，所以选了一首叫 Hands Up， 就举手。Hands Up， 哎，那都来啊，讲出来。夏日情怀，好不好？大家来回味一下，好不好？起来，来试一下。那时候流行的一种舞蹈叫做 New Wave， New Wave。情怀，夏日情怀，带着我的情儿到处寻找我的家。情怀，夏日情怀，带着我的情儿到处寻找我的家。情怀，情怀，夏日里情花盛开。不要再无精打采，只是凉风阵阵吹来，浪漫的情应该真爱，学那蝉儿逍遥自在，把你的心娓娓道来。情怀，夏日情怀，带着我的情儿到处寻找我的家。 Hands up baby hands up， give me your heart， give me give me your heart。情怀，耶！谢谢，夏日情怀。你怎么资金点舞蹈动作都没变呢？不是，那时候感觉就比较青春洋溢嘛。那时候是 disco 之后流行 new wave。对，是这样子啊。来，你再唱一次，你再唱。好，情怀，夏日情怀，哎。感觉多搭配。你这个的前身是什么？你想的？我知道啊，你的台语歌，一头痛加错。没有，这个还比较流行。那是我刚看你跳那个板凳。还有在更。凤姐还有什么？哪一首歌？啊，对。四骑士，他回来还小垫步，还小垫步。哎，那个臀部还微微翘起来。真是。他心这么好干什么？他穿燕尾服嘛，那喜欢穿燕尾。对对，我那时候他们英班中真的英班中，我那时候有一首歌，你还有一首歌，香港是阿伦唱的，是。那台湾我唱国语的，那这首歌基本上是个日本歌，对。结果大家就上法院就告这个歌，哦，这样的，还有这个典故，为了这个切身不明版权上，对，就是说，因为大家都以为这个是香港歌，事实上这个歌查到最后，原来这首歌是日本歌，而且当时那时候舞厅很流行。那时候广东歌其实不能在电视上唱的，你来听听看这个歌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好，来，老师，谢谢。你怎么还是以前那动作呢？真的，我觉得以前那个 pose 真的像 pose， 真的很大方，而且有那个压场的力量。对，以前这首歌阿伦唱的时候好流行啊，好流行。对，我知道。对呀，那我就把它翻。这行经，这行经，对，这行经偏重于雄。